斗六市朝龙宫今仔日早时举办破杯活动，民众只要来参加，就会当得到平安米以及平安水。若是拔出三个新杯，或者是徛杯，也阁会当来得到600元的平安金。来拔三个新杯摕平安金的活动，伫咧6月18、7月初2也阁会来办，每一工限量100个人，欢迎民众会当前往拜拜求平安。在拔杯现场，民众拔出第六个新杯时阵，现场是掌声不断。这位先生除了真意外，也真感谢戴阿公的保庇。不敢相信，我已经是全家人身体健康啊，大家。疫情赶快消失！斗六朝龙宫今日早起是举办拔杯的活动，民众只要来参加，就会当来摕到平安米以及平安水，并且若是连续拔出三个新杯，或者是徛杯，就会当来摕到600元的平安金。后来参与的民众是表示，因为现在受到疫情的关系，大环境是无啥好，趁着活动来向底下讲寻求精神的安慰。很高兴啦，因为即阵啊。讲实在，即阵仔心情真歹，即阵仔工作无啥会顺，你知无？嘛是讲感觉，都感觉着讲即阵仔工作有较袂顺安尼啦，因为即摆都讲足竞争的嘛，吼、哦，时机嘛无好嘛，对无？嘛甲底下讲讲啦，啊，啊，地主都足清足清心的吼。啊，来的民众哦，拢足欢喜吼，大家抱着连续三个新杯，得到平安金。伊甲我讲吼，伊生活真正足痛苦啦吼，最近搁疫情足歹趁食，吼啊来抱这杯，会当互伊身体健康平安。因为最近的迄个疫情吼，让大家人真恐慌吼，啊，趁钱嘛无容易啊吼，嘛减迄个在收入嘛减真多，所以底下讲真，迄个在慈悲真疼上只百姓吼。啊，所以来办这個活动。啊，阮除了今仔日的迄啊，得三杯吼，拔着三杯会用来迄啊，得得到底下讲迄啊，得属于平安金以外吼，啊，都有一包迄啊，得平安米。靠不着风机，每一届拔完杯，工作人员就会来马上消毒。另外，庙方表示，连续拔三圣杯提平安金的活动，一直6月18号以及7月2号阁会来办，每工限量100个人，欢迎民众会当踊跃来参加。哎呀，到这个消毒这个问题吼，阮拢有在做啊，在彻底吼，啊，所以大家来参加，请放心吼。啊，阮后壁都有两场吼，伫个啊，到6月18号到7月初2。同款会到继续来办，来迄下到来办这个活动啊！欢迎迄下到各位信众吼，会用踊跃来参加吼。疫情不平稳的现在，社会人心惶惶，日子搁歹过，期待借宗教信仰的力量，得到安慰的效果，做伙度过疫情难关。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。